儿子，起床，起床！围裙妈妈叫我起床的时候总是这么大声音，幸好她不是外星人。这里是地球。我的小头爸爸是个工程师，他肯定是开夜车画图纸，还没睡醒呢。哦，飞起来了！每次看着纸叠的小飞机飞上天，我就在想，什么时候我也能飞起来，当一名真正的宇航员，飞出地球，飞向太空，飞到我梦里想去的地方。妈妈，我回来啦！今天幼儿园好不好玩啊？好玩。一切按彩虹计划进行。妈妈好像有秘密。老师说过，每个人都该有梦想。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飞上太空，去月球，去金星、水星、冥王星，好好的玩上一整天。要当宇航员，我要训练一下自己。又长高了一点。每次我跟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说我想飞上太空的时候，去吧去吧，到太空打怪兽吧，去吧去吧。去太空干嘛？你不要爸爸妈妈了？你嫌妈妈做的饭不好吃吗？他们不理解我，我自己也行，我一定能行。这一天有太空展，这一天嫦娥十号发射，这一天就是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，一件都不能错过，这就是我的秘密计划。阳光大侠，请你出道，设计马上完成。私房钱。才不是呢。围裙妈妈来啦。大头儿子，我们的公益网站准备给山区的小朋友造100座桥。有了桥，那些和你一样的小朋友就不用趟着河水去上学了。100座，这么多啊！爸爸负责其中的1座。你看，就是这个小村庄。要是水很大，他们会被冲走吗？很危险。小头爸爸，快帮帮他们！当然，我一定把桥造好。这可是小头爸爸的秘密计划，别和别人讲。爸爸也有秘密计划。我也有秘密计划。
去太空打怪兽。大头儿子，千万别和你妈妈讲啊。为什么？造桥是需要钱的，如果围裙妈妈知道了，你觉得她能同意吗？三块五，三块，三块三，两块八，三块二，两块六毛五。有道理。那说好了，替我保密。不告诉妈妈。不告诉妈妈。小头爸爸的秘密。儿子，这是我们桥的模型。小头爸爸，我们的桥特别结实吧？那当然。看着啊，桥梁强度测试。就这么结实。我来。大头儿子，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阳光大侠告诉大家，试题方案通过了。阳光大侠，他特厉害吧？爸爸，我想他应该是一个沉着冷静、具有强大智慧和领导才能的大英雄。英雄？儿子表现不错，明天爸爸给你买礼物。大头儿子，今天爸爸要去山村为咱们的小木桥实地测量，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秘密，不要跟妈妈讲。那我的礼物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你要的航天飞机爸爸忘不了，遥控的，最大的，会飞的。啊，会飞的，耶！航天飞机，耶，会飞的，爸爸可要快点回来呀。我命名你为大头三型太空船。爸爸，这些都是村子里的小朋友送给你的。这次勘察发现造桥的钱还不够，爸爸着急，所以就忘了你的航天飞机了。都怪我，小头爸爸辛辛苦苦攒的造桥钱都被我搞没了，怎么办呢？围裙妈妈，大扫除交给我吧。大头儿子，你终于长大了。
围裙妈妈好爱你哦。不用客气，围裙妈妈，从小学习打工很重要。啊，打工？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擦地板5块，3块；清扫卫生间6块，4.5块；扫天花板7块，还有洗菜3块。好啊，大头儿子，我买一捆芹菜才2.9块，你洗菜就要3块呀。大头儿子靠劳动赚钱也是件好事，为了激发大头儿子的积极性，我建议最好每样再加2块。大头赚钱不容易，打工赚钱有点难。捡呀捡呀捡呀，捡成捡成起飞的飞船。哦，手握水枪，脚划草，像驾驶彩虹上普天，无障碍无极限。我像蛟龙入水，洗清彩哦，伸出一个抛物线。有点苦啊，有点甜，让彩虹计划早实现。打工赚钱不容易，打工赚钱有点难。打工赚钱不容易，打工赚钱有点难。这么少啊？看来得出最后一招了。也许就在围裙妈妈的枕头下面。要是被发现，可就惨了。没问题，一鼓作气。1、2、3，大半夜的，你俩累不累呀？你起得够早的。我和小驼爸爸在玩躲猫猫，不就是要找这个吗？哼，早就知道你俩没安好心。当爸爸的居然带着孩子做这种事情，给我出去！这，你别欺负人。这都是用来造爱心桥的钱的。爱心桥？妈妈这么抠门，小气鬼，小气鬼！原来你们是这么看我的。没有这笔钱，我们的彩虹计划就完蛋了。彩虹计划？你们知道彩虹计划？别以为就你们大方，在你们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只会抠门、没有爱心的人吗？一切按照彩虹计划进行。彩虹计划？难道你就是？没错，我就是网站发起人阳光大侠。你是？我就是月亮公主。原来你就是常和我联系的月亮公主。怎么会这么巧啊，阳光大侠。围裙妈妈，阳光大侠，月亮公主，可以出发了。哎呦，慢吞吞的，小头爸爸，大家都等着呢。报告阳光大侠。大头儿子呢？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围裙妈妈，我有点不舒服。感冒了？发烧了？头也不热呀，好像还好啊。我就是有点不舒服，没力气。今天可是造桥的日子啊，山区的小朋友都等着你去呢。可是我就是想睡觉。好吧，你好好休息，隔壁棉花糖妈妈会过来照顾你的啊。多喝水啊，我们走了。哎，等等啊。帮我给山区的小朋友们买文具。好。以后还是有机会去看小朋友的，
但是，今天可是太空展喽！耶！呜呼！这是爸爸造桥的图纸，这个小头爸爸真马虎，为什么要发生在今天？大头子，慢着点。哎呀，儿子，多亏你了，真棒。猜，两个大侠，这就是我们一家努力的成果。哎呀，还是叫我围裙妈妈吧。你看，阳光大侠太那个了。哦，你看，他们手里都拿着你送的本子和笔呢。这是村里送给咱们的小鸡啊，棉花糖怕小鸡啊，棉花糖，别怕，棉花糖。没关系，还有机会呢。6月17号，同步发射。我有个计划，围裙妈妈的计划。我报名参加了社区最美家庭的评选活动。最美家庭，你们俩必须要好好跟我配合，拿下冠军，把隔壁的棉花糖家给比下去啊！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，拿下冠军，一定配合，拿下冠军，拿下冠军，冠军，冠军，拿下冠军。冠军，我们家才是冠军呢！哼！这个我要。哦，嘿嘿嘿，哇，嘿嘿嘿，哎，大头儿子，今天的琴练了吗？哦。大头儿子，别忘了才艺表演，最美家庭的才艺表演要弹钢琴哦。这才是我的好大头儿子。妈妈，我弹完了。这么快啊？哎，我去玩喽。哎，嘿嘿嘿嘿。梦想三号发射舱，有点像啦。社区最美家庭参赛是要用视频的。你们看，参赛视频要充分展现咱们家的居家环境、外表形象、家务能力以及才艺四个方面，你负责才艺，不要忘了。那我就负责拍摄吧。小头爸爸，你看咱们家还缺什么？艺术气息不够吧？围裙妈妈，我有个新的想法。什么新想法？我可以画幅画。啊，你行吗？别的不行，抽象画没问题的。大头儿子，抽象画就是随便画。你看我的，嘿嘿嘿，原来可以这么玩啊！哎，不要啊！
刚才围裙妈妈她说什么来着？除画布以外的其他地方都不准弄脏。怕什么，继续画，大不了被围裙妈妈骂一顿，咱们再给她吸涂一面墙。哇，嘿，开始。大头儿子，你看这就是艺术，这就是生命啊！你来吧。上传到拍卖网上去，让全世界见识一下咱俩的超级画作。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十分钟之内，十分钟。你让涂的吗？足足用了一桶墙面漆。一桶油漆算什么？这幅画网上拍卖3万块呢。什么？3万块？哎，3万块！哎呀，我的大作呀！哎呀，我的画啊！围裙妈妈，小头爸爸，快看我画的太空人。小头爸爸，你怎么这么听话呀？一幅画3万呢。我的画儿啊，我的太空人。吃饭。用膳时间到了。大头儿子。亲爱的孩子，母亲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？保持形体，保持微笑，可以了，可以用膳了。今天的天气真好。是啊，阳光明媚，万里无云。让我们和睦的一家人开始用膳吧。形体，像天上飞翔的鸟儿一样优雅。你说的是它？天鹅，我说的是天鹅。这个得删掉。夫君，您觉得今天的口味如何呀？很好，很好。你给我们的一家带来了无比的快乐，我们觉得非常幸福。可以了，快点吃吧。家务能力的视频还没拍呢。难道我们家被抢了？现在是在拍家务能力的视频呢，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围裙妈妈是多么能干的女人呢。你们两个给我停下。围裙妈妈，这是我和小头爸爸特意为你布置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咱们的大头儿子说，房子越是脏乱差，就越能突出围裙妈妈超强的家务能力，视频就越能出效果的。你觉得呢？很有道理。真是要被你们气死了！我要拍美美的视频，人要美美的，环境也要美美的。这个不能扔。
我的驾驶舱梦想三号就快要做好了。哎呀，不要拍不要拍，让人看了真丢脸。你们都出去待着，别碍事，出去。啊，我有办法了。老头儿子，你简直是个天才。哎呀，不许下蛋，不许随便下蛋，挺胸抬头收肚子。不许拍，不许拍。妈妈太好玩了，这段一定要删掉，删掉删掉，必须删掉。到现在都没拍到什么像样的片段，我真是担心死了。围裙妈妈，你和大头儿子先去休息吧，剪辑视频的事交给我了。终于剪辑完了，这个作为参赛版，这个嘛作为观摩版。围裙妈妈，大头儿子又在捡垃圾了。梦想三号与嫦娥十号同步发射。我的飞船也能飞上天喽！嫦娥十号飞船将于本月17号下午3点发射，请届时观赏现场直播。好，下面我们一同来关注其他新闻。喂，哪位？您好，我是最美家庭比赛筹备组的工作人员。您家已入选为本次世界最美家庭比赛的前三名。明天我们将举行本次大赛最后的环节，请好好准备才艺表演。耶！哦，太好了，我们入选前三名了。还是我编的视频好吧？你还在这看报纸，还不抓紧练习？好的，我得赶紧告诉大头儿子，让他好好练琴，明天的才艺表演全靠他了。啊，明天？对了，就是明天。儿子，好好练琴，明天就是最美家庭的决胜时刻。不要，妈妈，明天我要跟嫦娥十号同步发射。什么嫦娥？什么同步发射？明天，你给我好好拿出你的真实水平来。爸爸可以表演魔法厨师。你可以替我去表演插花啊。哎呀，才艺表演我没法替你呀。儿子，你就好好弹吧。最美家庭，最美家庭，最美家庭。我没事儿。就不就不。道具拿好了吗？还有现场要放的视频。拿好了，视频都在光盘里边呢。哎呀，紧张什么，兴奋起来。大头儿子快一点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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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秘密计划第二步。哎，你看这样行吗？行，先测试二号机位。好，要注意点那边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儿子呢？儿子。哎呀，我去找他。嗯。哎。啊，怎么没看见围裙妈妈跟大头儿子？哦，不敢来了是吧？哎。棉花糖爸爸呢？是不是要退出比赛呀？我爸爸就要上台了。下面有请一号家庭的棉花糖爸爸登台表演出艺，他要告诉大家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：今天的才艺比赛将会在网络同步直播，会有千千万万双眼睛在看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正在现场直播嫦娥十号的发射过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准备着发射前的各项技术数据的核对。再过一会儿，我们的嫦娥十号发射前准备即将完成，我们也将看到嫦娥升空的壮观景象。大头儿子完成发射前准备。哎，嘿！哈哈，好，请欣赏火山下雪。哎，这可是我的创意哦！大头儿子怎么还不来？哎，大头儿子，你在家吗？大头儿子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啊！今天我要给大家表演的是魔法厨师。哎，变！嘿，嘿，嘿！大头儿子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出来！大头儿子，准备进仓。啊！耶！请欣赏西红柿青椒炒鸡蛋。好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大头儿子，马上轮到你演出了。你不开门，妈妈也会找到钥匙的。看着，变！哎，好，怎么还不来？耶，哎耶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。点火！我看到嫦娥十号正在冉冉升起。大头儿子，你在干嘛呢？大头儿子，最美家庭的表演就要开始了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弹钢琴呢，你在这搞什么鬼呀？我不去，不要不要！打得太好了！哎，真好！哎，太阳今天呀，超水平发挥了呢。我女儿是一拉得真好。大头儿子，好好弹。下面有请大头儿子小朋友给我们大家表演钢琴独奏。加油，儿子！大头儿子，妈妈爱你。有请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大头儿子好像睡着了。小朋友，你没事吧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出了点小问题，大头儿子，快弹琴呢！哎呀，别忘了最美最美家庭。我，大头儿子，你不能让妈妈失望啊！
到什么时候了，还搞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？妈妈，这是我的太空船在发射。跟我走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。出来之前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三个家庭的参赛视频，请看大屏幕。首先是大头儿子小朋友幸福的一家。走了。拿错光盘了。哎呀，不许拍，不许拍。怎么回事？不许下蛋，不许随便下蛋。哎呀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这是大头儿子小朋友一家给我们的幽默惊喜。不要看，对不起，不要看。你们家的画卖了吗？都怪我粗心了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我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放在了这个家上，本来想赢得最美家庭大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可是妈妈，我们家本来就是这样的呀，我喜欢这样的家。你为了这个比赛，非让我弹钢琴，可是我不想当钢琴家。我的梦想是飞上太空。大头儿子，现在不要说这个。我就是不想弹钢琴，我想飞上太空。儿子，回家再说。妈妈，最美家庭是什么啊？我们现在这个样子，假装优雅，假装艺术气息，就是最美家庭了吗？儿子听话，我带你去游乐场啊。我不去游乐场。自从参加最美家庭评选，家里就不像原来那么好了。全家为了那几件事儿忙来忙去，都没人理我了。其实大家刚才看到的视频才是我们家真正的样子。为了这次比赛，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像原来的爸爸妈妈了。儿子，别说了。让他继续说吧。刚才为了来这儿弹钢琴，我最重要的太空船也被你们弄坏了。我不喜欢这样的爸爸和妈妈。我不喜欢这样的最美家庭，都是假装的。还我太空船。我们都错了，虽然拿到了最美家庭第一名，可一点也不觉得开心。记得小时候，我想拥有一把玩具枪，
每天都去商店的柜台看啊看啊，做梦都想有。现在有钱了，那把玩具枪再也找不到了。孩子的梦想不应该等。我把儿子的梦想撕碎了，怎么才能让大头儿子开心起来呢？头儿子，这是妈妈给你买的，啊、最大的，会飞的，航天飞机。妈妈以后再也不会强迫你了，做你喜欢的事，妈妈和爸爸都会支持你的，好吗？妈妈，儿子，大头儿子的梦想。马上就是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了，这次计划一定要实现。下一位，给。陈先生，我们一直在等您。您儿子肯定能夺冠，宇航员的儿子嘛。来，您的报名表。没关系，咱们努力训练，一定能超过他。下一位。可见小朋友们对于成为小小宇航员的热情有多么高涨。从今天开始进行第一场预赛，我们将从报名的选手中选出前100名选手参加第二轮的预赛。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第二轮预赛的比赛现场，我们的预选赛越来越激烈了。本场比赛将从第一轮胜出100名儿童选手中，再选出前5名选手参加最后的5进3总决赛。激动了，5名参加总决赛的儿童选手已经诞生了，全场都在为他们欢呼。大头儿子加油，大头儿子加油，大头儿子耶，大头儿子是最棒的。入围决赛的小朋友们，
大头儿子，在这儿等我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大头儿子，刚才的表现我都看见了，你是好样的。哦，谢谢你。别以为进了决赛就了不起，冠军非我莫属。陈大为，哼，陈大为，别以为你爸是宇航员就了不起。哼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宇航员叔叔的签名照。请问这算不算很了不起？真是太了不起了。啊，你呀，还给我。站住。给你们！站住！把照片还给我！我就不！快站住！给我呀！给我呀！你站住！快站住！你们别吵了！还给你，送你了。决赛场上见。其实你很勇敢。从上次最美家庭赛你说了真话，我就一直觉得你很勇敢。其实我也不喜欢拉小提琴，我就不敢说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喜欢太空船，我想当宇航员。啊，你想当宇航员飞上天，我觉得好了不起。我相信到了决赛你会发挥得更棒，我会一直为你加油。谢谢你。我爸妈还等着我呢，我们走吧。大头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大头儿子，大头儿子，大头儿子，往这边看看。在这儿。大头儿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梦想发射！小朋友们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《我是小小宇航员》选拔赛的总决赛现场。现在，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五位决赛选手。五位选手分别是：加油啊！一号选手陈大为，二号选手廖云翔，三号选手唐小喜，四号选手赵文强，五号选手大头儿子。这不是大头儿子吗？梦想发射！现在我们将开始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环节——旋转问答。大头儿子平常最喜欢看航天知识了，他一定能遥遥领先的。加油，加油！大头儿子，加油！大头儿子，
旋转问答开始，请扣好安全带。请注意听题，世界上第一名航天员是谁？加加林。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是哪一年发射成功的？1958年。失败。我头晕，我头晕。下一个问题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什么？东方红一号。回答正确。大头儿子，抢啊！继续抢答。座椅停转。下面的问题，选手必须离开座椅，笔直前行5步才能回答。你加油！人造卫星按照用途可分哪几类？我的科学卫星、应用卫星和技术试验卫星。人类历史第一架飞机的设计师是谁？莱特兄弟。正确。我们中国航天之父的是谁？钱学森。正确。苏联。正确。失败。杨利伟叔叔。正确。火星。正确。光年。正确。我国推力最大的运载火箭是长征5号。完全正确。大头儿子，好样的。获得这一环节优胜的选手是大头儿子小朋友。大头儿子，你是最棒的。我的梦想出局了，但是小小宇航员的梦想还在继续。欢迎回到现场，梦想第二关，摇摆投篮。选手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掉下平台之前，尽可能多的把球投进篮筐。小心哦！比赛开始。比赛刚刚开始，竞争都非常激烈。三号选手唐小喜的球技让人眼花缭乱。小心啊，小心！四号赵文强的投篮方式太暴力了。哦，赵文强选手真应该感谢一下唐小喜选手。当然，在比赛过程中还是要专心一些，比如我们的二号廖云翔选手就非常专心。那是我的篮筐。廖云翔选手是不是先瞄准自己的篮筐再投？别以为比赛就这么简单，摇摆吧，小小宇航员们！可惜啊，赵文强选手虽然比别人站得稳，但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优势。前三名的比分非常接近，其他选手要加油了。那我就说没那么简单吧。眼镜呢？非常可惜，三号选手唐小喜也结束了比赛，他本来可以保持领先的。大头儿子继续努力啊！神奇，五号选手凭借最后一球完成了超越。虽然我们还有一位选手没有结束比赛，啊，现在比赛结束了。在这届比赛中，大
头儿子小朋友暂时领先。稍后请继续关注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，再见啦。梦想发射！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的比赛开始进入高潮，参赛选手都很优秀，比赛的结果目前很难预测。与此同时，场外投票也很火爆，最终五位选手谁将会胜出，谁又会被淘汰，我们拭目以待。现在五位小朋友都已经各就各位，准备进入最后一关。切换场景，第三关，勇气峡谷。下面由我来介绍下场地及比赛规则。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是主办方精心打造的虚拟现实场景，也就是说，这舞台上的一切，包括这只鸟，全都是假的，没有任何危险。选手们要战胜恐惧，借助石台到达终点，速度越快，获得的分值就越高。但是，如果比赛中踩到石台外面，像这样，那很遗憾，你出局了。选手们的成绩相差无几，可以说这局的表现直接决定了比赛的结果。那么，挺起胸膛吧，未来的宇航员们，比赛开始！好，加油加油！好，选手们，挑战自我，大胆向前！加油！儿子别怕，爸爸在这儿。是不胆小啊，大头儿子。大头儿子别怕，都是假的，假的，爸爸在这儿。哎，爸爸在这儿。别看脚下，走过去就行。五号选手终于战胜了恐惧，踏上了石台。四号看上去不太顺利，小心肚子。真危险呐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记得远离垃圾食品哟。现在让我们回到比赛现场。必须得跳过去，好高啊！大头儿子！哦哦，五号小朋友的情况好像不太妙啊！大头儿子，不要害怕。五号选手走了一段，在该跳的地方停下了。他怎么了？大头儿子，站起来！睁开眼睛，大头儿子。现在三号选手已经超越了一号选手，第一位小小宇航员即将诞生了。大头儿子，再不起来，比赛就要结束了。祝你好运。
这里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决赛现场，比赛还在继续，场上的形势并没有改变，我们看到三号选手继续保持领先。本年度第一位小小宇航员诞生了，他就是我们的三号唐小姐，让我们祝贺他。一号选手紧随其后，耶！一号选手陈大为也完成了比赛。谁就是今天产生的最后一位小小宇航员呢？四号选手已经志在必得了。哦，这个动作难度非常大。不过二号选手已经趁此机会来到了启动器前。耶！最后一名小小宇航员诞生了。我们祝贺三号、一号和二号选手赢得了今晚的比赛。三名小小宇航员已经全部产生了，五号选手还是没有站起来，不应该啊，他的脸色不太好，会不会是医学上常说的恐高症呢？什么？恐高症？恐高症？要知道，有恐高症可是当不了宇航员的。孩子，勇敢点，站起来。我有恐高症，我当不了宇航员。我有恐高症。导演，恢复正常的场景吧。大头儿子，大头儿子，站起来！不行，我做不到。恐高症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爸小时候也有恐高症，现在还不是一样成了宇航员？你坐在那里，永远上不了太空。大头儿子，快起来！站起来，大头儿子！克服恐高症就是要适应高度，只有面对它，才能战胜它。睁开眼睛！站起来，大头儿子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大头儿子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大头儿子努力走到现在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坚持到底，孩子，再加把劲儿！耶！嘿！哦，他跳了！让我们举起手臂，一起为大头儿子小朋友加油吧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大头儿子，你一定行的！
儿子，来。啊！这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大头儿子，哎，大头儿子，讨厌的，讨厌的，耶！耶！今天早上，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的获奖选手，在宇航员叔叔的带领下进入了模拟发射舱。哇！啊！成功了，下次得更努力才行。儿子，你去开门，可能是快递。哦，来了。爸爸，你的快递。是你的快递。我的。快打开看看。谢谢妈妈。大头儿子，你看是谁给你送来的礼物。宇航员叔叔，大头儿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我的梦想就是当个宇航员，去太空跳太空漫步。你的呢？我的梦想就是长大后我当一名医生，就是我想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更多的家庭，让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幸福一点。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科学家。你呢？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体操世界冠军，拿金牌为国争光。你的呢？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，保家卫国。你的呢？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赛车手，我喜欢速度和挑战性。你呢？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漫画家。我的梦想是把海水变成饮用水。你的呢？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运动员。我的梦想是想开一个蛋糕店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只要朝着梦想不断的努力，梦想终将会实现。当无数人的梦想汇聚在一起，小梦想会变成大梦想，会变成国家的梦想、世界的梦想、人类的梦想。
这个梦想不仅能照亮你的人生，也将照亮更加灿烂的未来。深拥的目光，小小的谎言。